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继续收看2020自然发音规则第38个发音，叫做 IR 跟 UR， 你有二的音。好，二是一个卷舌音。好，这个中文的注音这个你就是参考一下就好了，你就想一下 girl 的那个二，好，那个嘴巴是这样有一点点读二，你的舌头是往上卷起来的二，这跟后面那个耳跟耳很重要。好，那耳的话应该都放在重音节，把舌头卷起来就会发出这个耳的音了。好，那第一个字这个 IR 的时候会念耳，所以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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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 girl。 好，再来 bird bird bird， 这个音其实不难发，你的舌头卷起来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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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所以记住 IR 就要念卷舌的 R 的音，它是在重音的部分。好，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y have two boys and a girl。 好， They 是他们， Have 是有， two 两个， Boys Oi 这个上次讲到的 OY 字尾 Oi Boys， 好，男孩子， And a 一个 girl， 好，他们有两个，就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意思啦。好，所以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可以说 They have two boys and a girlThey have two boys and a girl。 好，再来第二个是小鸟， bird He is as free as a bird。 好， He is as free as a bird。 He 是男生的他， is 就是 be 动词， as free as 就是跟什么一样。好，跟鸟 bird 跟鸟一样， free 就是自由的意思， free 有免费的意思，这边自由，自由的跟鸟一样，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所以他跟鸟一样自由，就可以说 He is as free as a bird。 He is as free as a bird。 好，再来第一个 first。 好， first， 那这边杰西举的例句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irst come 就是第一个来的人。好， first served， served 这边就是服务。好，在英文我们说哎，就是要排队啦，先来的先赢啦，先来的先服务，这样子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这样子。好，这个 serve， 诶，这个刚刚好也是二的音，诶，没有注意到这个 ER 的话，在重音节的时候也会念二的音，所以这个是 serve。 那这个 D 念的音 served。 好，所以这个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好，卷舌有没有卷的哦，二这样子。好，再来刚刚讲 IR 对不对， UR 也是，其实 AEIOU 加上 R， 除了 A 之外， AR 会念 R 的音，我们这边没有讲到，在另外杰西一个自然发音讲义里面有讲到 AR 是念 R， 比方说 car 的音，其他的 IR ER UR 还有 OR 在重音节的时候都会念 R 的音，但是 ER 跟 OR 比较会在下一个我们下一次要看到的轻音节的 R 的音。好，所以这边我们接下来看到 UR 也是二的音， nurse， 那你说那个 E 呢， E 不发音。好， nurse。 好，再来 UR， hurt， 再来 surf。 好， surf 是冲浪， hurt 是痛，护士是 nurse。 所以第四句 she is a nurse， 她是一个护士，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她是护士这样子。讲职业的时候记得这个 a 不要省略掉了， I am a teacher， 这个 a 不能省略掉。好，职业的前面需要一个 a 或 an， 母音的话 AIOU 的母音是 an， 那这边是 an， 所以就是 a。 好，她是个护士， She is a nurse。 好，第五个 hurt， my back hurts， my 是我的， back 是背部， hurt 就是痛，那这个 my back 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这个 hurt 要加 s， my back hurts 就是我背痛，所以我背痛的话 my back hurts 这个不难。好，再来最后一个 surf 是冲浪。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I surf the internet every day， I surf the internet every day。 I 是我对不对， surf 是冲浪，The internet 就是网际网路。好，在网际网路上冲浪就是上网的意思，这个有人不知道，就是其实蛮常看到。然后这个 internet 有时候我们只用这个 net 这个字， internet every day 是每天，所以我每天上网就可以说 I surf the internet every day，
I surf the internet every day. 好，那今天跟大家看到就是 IR 念 R， U R 念 R， 这个音的话就是卷舌，记得舌头卷起来 R R。好 ，IR U R R， 再把最后这六个念过两次 ，Girl Girl Bird Bird First First Nurse Nurse Hurt Hurt Surf Surf。好的，非常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跟杰西一起收看，希望你今天看完之后就记起来 IR U R 念 R 的音。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再见，拜拜，谢谢收看。